请教官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头条开讲频道已经突破100万订阅，感谢全球网友的支持，让我们更强大。许多的网友引颈期盼，而我们正式宣布，头条开讲频道开会员喽！邀请您加入会员，成为头条好学生、头条资优生或是头条模范生。加会员支持头条开讲，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美国的媒体记者来问拜登啊，说你认为这是种族灭绝吗？拜登怎么说？拜登说不，我认为这是战争罪。他为什么不说这个叫种族灭绝，而认定这个叫做战争罪呢？他只说哦，证明遇害令人发指，普丁就是战犯呐，这个人太残暴了，所以我呢会继续的增加制裁。哦，不仅是拜登这样说 ，Sullivan。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也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俄国的暴行达到种族灭绝，所以只认定是战犯而已。这个程度有差，请教一下介大使，为什么？因为 genocide 在国际法上它是有定义的，它不能随便滥用的啊。就是说你是有计划的，你是持续性的，你是这种用暴力的方式去消灭一个族群，一整个族群。或者一整个民族，啊，这个才叫 genocide。你是有像2次大战的时候，这个纳粹要这个杀犹太人，他是把他全部都关到集中营啊，最后要发明煤气炉，把这些人一个一个送到煤气炉把它烧掉那他最后是他要把这个犹太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个就叫 genocide。那事实上，在这个非洲发生了几次这种种族主义，它也是这个种族之间的仇杀。比如说 Hutu 跟Tutsi 那他就是要把中间的一个把它杀光，让他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是这个就叫 genocide。那当然就是说，也有一些解释说，你如果说要把他的文化认同或者他的历史的连结这个虽然这群人还在，可是呢。 他把你的文化认同都没有了，你文化特征也被消灭了，你语言啊、什么什么习俗啊、什么通通消灭光的话，那就是说也是一种文化上让你这个族群它跟你过去已经断绝了，这是一种比较扩张的解释，可是也没有完全被采纳，最主要还是要所谓的实质上把它从这个把它杀害掉，不是几个人，所以美国人。 他没有办法在这上面跟这个泽连斯基，因为泽连斯基他大概不懂这个国际法上对 genocide 对种族灭绝是有一个比较严谨的定义，他有一个认定。对他这个东西，美国讲对，如果说是对的，他是所谓的战争犯罪，因为战争是只能对这些所谓穿军服的，就这些战斗人员，你可以互相行使杀戮。 那么无辜的平民是绝对不能够有计划的或者故意的加以杀害。你可以误伤，你认为误伤，他可能不认为你是一种战争罪。可是你是刻意针对平民做出杀戮的行为的话，这就是战争罪。是像美国在2次大战的时候，那个美莱村大屠杀，那进去人家的村子里，把900人杀掉一半，那个就是真正的。 就是战争罪的屠杀那这就是针对的，但是针对平民，他知道这里就是平民，然后他进去就把他什么？他说他们是同情越共，你不能说，可是他不是越共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小孩也是越共，这个女生也是越共，这阿嬷也是越共，不行这样算，那他就平民就是平民，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 这个它是有这个就是战争罪了，在我们在国际法上这就是战争罪，因为这些罪名不是随便能够安的，那你必须要有它的，你要必须有它客观的这个要件存在的时候，你才能用这种罪名。可是讲到种族灭绝，我第一个想到就是美国方面是怎么样说大陆新疆是在那里犯下种族灭绝。 所以美国的国会是国会里面中国问题的委员会CECC3月31号才出了一个报告然后那个在上面呢就说是犯下种族灭绝的暴行是这样来指控的那我们其实一直在问说，请问拿出什么证据了呢？有这些照片吗？或者是他们发布的类似像那种视频、那种惨绝人寰的情况吗？没有的时候还会说那叫做种族灭绝的话，那为什么有这个的时候，你告诉我说这个还不叫种族灭绝呢？所以我请问一下严老师，这美国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哎，这个标准是如何来定义的？然后呢，现在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还说要求要把俄国踢出人权理事会，好，这个你知道。193会员国2/3要同意，大概数一数，差不多129个左右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他们的目的不就是要把俄国赶出联合国吗？哦，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种族灭绝有一个公约在1948年就通过，那美国呢40年之后才终于批准了。为什么拖了40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威斯康星的参议员每一个会期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通过这个要求要通过。当时美国是怕说会来调查他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是也是一种种族灭绝嘛？因为你把印第安人，你不仅带了传染病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的整个的文化生活都变质了嘛？就是印第安人真的是。面临有点种族灭绝的危机了所以这个是美国一开头对这个公约就不是很信任。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再看，后来刚才介大使提到，包括非洲像卢安达的情况，像苏丹在达佛地区，那当时的黑人被虽然同样都是穆斯林但是被阿拉伯人灭绝，也叫做种族灭绝。那最近的一个 case， 我想大家比较熟悉，在台湾比较熟悉，就是缅甸的罗兴亚人。因为也是宗教信仰不一样，然后成为单一就是针对性的来对他，那就是一种种族灭绝。那如果今天我们看卢安达的情况，当时联合国就要求不要用种族灭绝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有种族灭绝这个字出现的话，国际社会有保护责任，你好像就要干预了。所以你一讲到种族灭绝，大家就会说，那你美国搞不好就应该要出兵咯，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状况，因为你有国际道义责任要去保护嘛，所以都要尽量避免，不要讲这个字，因为讲出这个字就是你要被要求，你要有义务去保护，要去保护，所以现在不能讲这个字，否则的话他要出兵保护，他必须要出兵了，应该是这样子来看。美国就不要出兵嘛？对，美国当然不想出兵嘛，而且今天这个规模还没有到我们讲说南斯拉夫内战的时候，当时的情况，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塞尔维亚的当地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把波斯尼亚人因为又是穆斯林屠杀的状况，其实那个有点针对性。那我现在这。并不是说俄罗斯没有犯下很严重的战争罪，战争罪包括种族罪，但是种族罪可能是单一更高的了那要单别解释出来。但是我认为俄罗斯今天你说杀了很多平民，对不起，我不相信没有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平民也这样子遭殃死掉。你怎么分得清？他们语言也通，看起来也很像。如果今天真的杀了，我还不敢说今天俄罗斯人是校对出来说，来给我看你的身份证，你是什么人然后来这样子来做，我想大概还没有，所以应该没有完全的针对性，这一点我比较同意美国的看法，就是说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泽伦斯基为了希望国际社会介入，对，一定要把它讲成是种族灭绝。这个就是他的巧门旺旺水神抗菌液，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没有疑虑的，可以上快点购。还有这边有辣七的推荐代码 CTI 567，CTI 我辣七，可以享有折扣优惠，请大家好好把握喽。